刚才的把新朋友们来电，来自青年强国丹上网买这首歌的歌曲广播，欢迎大战西藏，谢谢。I'm not afraid to say.
了三立用电的食材，把金钱呢用起三万块钱火车的狼子王来定掉如潮现传来金光的万里不从雄风大海边这是千光不变的人生在世是一人一首歌哟，但是时间稍微关系未多，这个太水，这一人剩一拍，一拍，因为一个人一饮一杯，一饮一杯就过过啊。四月初日呢，也是咱渔夫七千岁的圣诞，所以呢也感谢咱三江的故乡。啊，今日呢啊无故乡，但是呢咱啊所有的啊这个经费呢啊来开伫这个舞台顶。啊，今日使讲是无少重视吼，因为咱的歌声妹，也请大家用餐完毕，啊，唔通离席吼。非常特别的节目啊，在这里要啊呈现给大家的欣赏。好，啊，咱对着咱的啊七龙舞啊，我的兄弟也是咱的强主啦吼。虽然伊咪证明强主，但是实际无后去操作的吼。咱的主持者，咱的李玉伦啊，因为伊的兄弟是，甲着咱的兄弟姊妹，甲着伊时代吼。咱的李金安，咱的爸爸甲妈妈，欢迎咱的亲朋好友莅临。过来，我介绍到这，是你就知影你对阿文的熟悉，阿是甲讲者吼。哎好，啊，咱李文哦，下当是因阿伯哦，责任对承担对，非常受大家肯定。你爸爸、你妈妈，我相信呢，啊，咱这大老师是对咱啊，这个啊，咱这个啊，这爸爸妈妈非常熟悉，非常需要叔叔非常受大家肯定。那么今天咱这个啊，咱这个七龙虎啊，咱这个七龙千岁圣诞中秋，那么这个场面难办不离交代不就的所在，请多多发扬，多多原谅的啦，吼、哦，哎好，啊尤其呢啊，咱的七龙虎啊，这个圣诞吼，咱麻烦咱的订单兄，甲各位祝贺祝贺一下，来见，感谢啊，非常欢喜，一旦看到这样一个贵宾，咱所有神圣代表。又强又富，又苗又长，所以咧庆祝啊！咱遮个好朋友，真感谢你今仔光临着着。啊，顶斗呢碰到咱金龙兄的福气，甲阿文的熟识。啊，顶年有哪有过来遮？今年同款，爱连续来甲咱七龙万岁、七龙千岁来甲做一个祝福着着。今仔个圣诞千秋，咱以最热的炮声、动作炮声来甲祝福伊圣诞千秋啊！喏，谢谢。好，掌声拍到边头，祝大家赚到千千万万的美金，啊，新台票。今年度是咱西环2012，啊，祝大家当大吉大利，咱的建国100年，祝大家平安顺心，赚大钱。啊，以上呢，咱坐坐车主单位，啊，咱的义务走马灯，啊，甲着咱的千秋票，啊，来向各位来报告。显示予咱啊七龙千岁的众神啊来了解吼，咱地主虔诚的敬献，节目的精彩不在话。所以呢，今仔日我一定要在现场，等下就看节目啊，看恁两个表演啊。因为呢，这个会场次序太多，包括着技术性的这个啊配合啊，包括真侪人要录影，未晓扣声，录进去，敢若听着喇叭声哔哔啵啵，结果呢？六栋的龙眼大开办外科是无内容，所以咱的闽南龙眼公司伊也真专业，知影要甲咱的新艺声、面纱叫声过吼啊，这是很专业啊的录影公司。啊，然后呢，咱的刀子山、咱的鱼粉丝，会使讲是全省有名，咱的天啊料理呢，咱的美食料理专家啊，制作上好的啊，澎湃好料理，和咱所有的亲朋好友啊，所有呢，咱的神仙代表啊，大家来享用。啊，过来，我稍等呢，咱有长官贵宾要上台。
包括那个主人家要敬酒，我再上来哈、哦。我是今仔日维持秩序的哈、哦。好，来，都来看咱的小明哥，谢谢。敬到那边，来，咱卖拖地，刮车子的时候来哈。好，所第一位的董一杰小姐，是，谢谢。好，来，谢谢。咱上歌手的新娘呀，哎，真正。咱新娘呀是咱豪气苍天的作曲作曲老师的哈。非常很多。是啊，那么嘛是咱这个啊日春啊这个播的戏哈。编剧兼导演，编剧兼导演，系啊，我实在咱新娘爷吼，一二十单啊，啊，老弟个嘛差不多啊吼，啊，隔壁隔壁亲娘爹个亲啦，吼，今晚先安排头几位吼，人生了无话事，无人生了真水，我好笑话笑啦，我咧叫咧阿伯是爱出来，啊，有啊，你来过吗？你叫个咱我两个，我面上啊两个你叫个款，两个啊，哦，你叫一声嘛，无去动力机头拍下。咱头一个吼，节目上好行，音乐声好淡，歌声那个欣赏，看来看慢再开。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慈善小姐，那里出力在冰雹区，动力机小姐，欢迎各位。